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歌剧《原野》片段。中国民族歌剧《原野》是当代作品，华盛顿邮报曾评价《原野》将成为在国际保留剧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优秀歌剧。原野本是青年农民求虎的复仇与爱情故事，歌剧鲜明地揭示了求虎的恨来自于他对被人霸占为妻的情人金子的爱，和对其惨死的父亲与妹妹的爱。歌剧作者们更借助音乐把剧情推入了更高的诗的意境，以泼墨的诗情渲染了求虎的怨恨和复仇。
了。